起来。算错了，气错了，算不好了。干嘛那么看着我呀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那混蛋？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18岁，你想想。18岁，你懂什么呀？什么都不懂，稀里糊涂就跟他好上了。那年他多大？28吧。男人成熟的晚，估计那年他28，比你这18的强不到哪儿去。可是我们俩毕竟生活了10年了。哎呀，也不看看这10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有什么好留恋的吗？尽管我受了他不少气，可是我也不希望他倒霉。是不是心里还有他？我要是有能力帮他的话，我肯定会帮他。季顺风，你要记住一点，你们俩是农夫和蛇的关系。你要是暖他，他反过来肯定咬你。忙呢，忙呢。小姑父，这孩子，您这是嘛去了？在那边礼堂排练呢。排什么呢？排票友京剧大奖赛折子戏。哦，哎，好，真好。爸，我刚才又找顺芳去了。还跟我赌气呢，您看您得空劝劝他，啊？说，天底下没人能劝得了他，天底下也没人会劝他，自己管好自己吧。走了。佳佳，佳佳，你得喊师傅啊！师傅，哎，来，小佳，给师傅来一段啊！嗯，行。来来来，哎，咱们听小佳给咱唱一段啊！好，嗯，唱什么呢？哎，咱们就唱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，好不好？来，老乡，我们。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，要消灭反动派，改敌还迁。好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好，这是上次你还我的本金，这回还拿给你做运转。
谢谢啊。知道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妈的，又他妈跟我来这套！5万，绿色。发财，跟的挺紧呀、啊，有空多拿钱呢。三饼，糊了，清一色一条龙，单边三饼，这把大了，单边三饼，够大的，800，八百吧，八百，来。生账你还干啥？不错不错不错啊！钱吧，来来来，今天晚上咱们在哪儿？咖啡家？说了算了，赢家请客还用说吗？应该应该应该，好嘞，谢谢。不错不错，今天晚上收入不错。还没完事儿，一会儿再来点儿。睁不开眼了，我。我去买杯咖啡啊！好好好。哎，你们哥俩崩会儿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先忙。沈杰，怎么样？输了多少？别着急，这个你先拿着。服务员，给我拿杯咖啡。你甭管了，我接。很呐，一二走，是你的头，你有给你打被窝。好嘞，那哎，你还记得爷爷给你讲过那个黄香山席的故事吗？记得。哦，记得啊。跟爷爷再讲一遍。行，从前呢，有一小孩，他名字叫黄香，他非常孝顺。冬天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被窝弄热了，再让父母睡；夏天的时候，他用扇子把席子扇凉了，再让父母睡。嗯，你说他这么做对不对啊？不对。啊？为什么不对？因为老师说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那爷爷就不该给你洗脚。爷爷应该给我洗脚，因为我还小，怕我把水弄到地上浪费掉。这鬼机灵啊，爷爷讲不过你啊。这好睡觉啊。一元，嗯，好，睡吧。嗯，二孙老，输了多少啊？你给我的全输了。那也没多少吧？那还不少啊！啊，多少算多呀？
这出来领你玩，不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吗？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钱是王八蛋，花了咱再赚吧。我这不应该留那四九条。我说这一个玩麻将，你干嘛那么认真呀？这钱说的我恼火。我跟你输了多少回了？赢了归你，输了算我的。输点钱，别那么计较。是，输点钱不那么计较。你有钱，当然你口气大了。我要是像你那么有钱，输这点钱我也不在乎呀。是啊，你说的也对。这人呢，没有十全十美的。你看我不缺钱吧？可我老婆是个病秧子。你是漂亮能干，可是老公是窝窝囊囊，没什么出息。老天爷就是这么搭配的。我知道你心气儿很高，可是你不能跟命抗争啊，是吧？还好呢，你还能选择自己出来打打麻将，调剂一下生活。这选择代价太大了，前后也就一年的光景。我赢的有数，输的已经没数。你输的有数，我都帮你记着呢。你一共输了得有7万块钱。啊，7万？嗯，不可能吧？没错，你自己输了4万，我给你拿了3万。我是商人，出钱入账必须心中有数。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这些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吧？不是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拿钱让你去打麻将？不知道。我不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吗？你高兴我就高兴，咱俩要是都高兴的话，这生活的滋味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我喜欢你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？我就是喜欢你这副不开窍的样子。说老实话，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年轻、漂亮、健康，哎，这些都是我老婆所没有的。你对你老婆感情那么深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哼，男人不会只有一种感情。你丈夫满足不了你的，我都可以给你啊。冯，你拿我当什么人呀？你别急嘛，我这不跟你商量的吗？商量什么？做我的情人。输的那笔钱我以后永远不会再提，而且你存折上输的钱我会如数替你补上。成了成了，你别再说了。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。那你拿着我的钱打麻将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耻辱呢？喜欢我的人不少，能让我动心的不多。我还你钱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别着急嘛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我给你时间。买单。沈杰，这儿打不着车，你上车吧，我送你。
我那个正好旁边办事儿嘛，这不离这儿近吗？我这就懒得回去。李，打电话呢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给你拿手机。那个我爸怎么样？哎呦，他那记不住嘴。那你得说说他，问问他得什么吃什么呀。哎呦，我的三儿，你可太高抬你妈了。那倔老头他能听我的？好了好了，行，你跟妈说说你们俩是不是。睡觉睡觉，这么晚了，别睡觉啊。我也睡了，我洗洗睡。放心了，没有，想跟您聊聊。你不上班了？上午买配件，有点功夫。吃早点了吗？还没呢。您不吃了吧？我吃过了，我喝杯豆浆。那天是我不对了，您甭生气了，帮我一桌。嗯，不了，我现在挺好的。您不在这段时间，家里这日子过得都没样了。我说你呢，也不能老着人家这个沈杰的茬儿。我没找他茬儿，他不知道把家里钱倒腾到哪儿去了。不是，又怎么了？原先您挨家住的时候，这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是您拿的，显不出来。这现在您不在了，家里但凡用钱，我根本要不出钱来。前两天，物业催着交取暖费，2000多块钱，死活不给我，跟我说存死期了，那我要看折子，啊不给我看。前天被我逼急了，昨晚上一宿没回家。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他关机。昨儿打到他妈家去了，他妈跟我说，昨儿是在那儿住的。我说那几点回去的呀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。身上一点钱没了？我工资卡在他手里呢，哪来的钱呢？给我去趟银行，取点吧。你把取暖费交了，晚上冬天了，你不交人家给你停了怎么办呀？你再留点零花钱。谢谢爸。甭谢。只要你们呀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了，那才是最好的戏。趁热吃嘛。听话，听话，把衣服穿好了。听话，哎，阿姨，您要是听话了，我用推车带您去逛超市。好吧，来，超市，啊，我记着呢，放心。怎么样，妈？好多了，是吧？来，我瞧瞧。来，把手伸过来。把手给沈大夫。啊。来，用力，使使劲儿。用力，用力！动了！你看，能动了！你看，能动了是不是？多好啊！现在能动了。好，再挪挪劲儿啊！天天按摩，再加上针灸啊，效果确实非常好。行，我们一定配合你。好，你看。那，我来在店里了啊。行，走。
是又干什么？别，删除我，哎，别生气，儿子。这话呀，要是你儿子跟我说，我还能考虑考虑。你跟我说呀，不算数。找谁要打我？别招他了啊！我逗他玩的。来来来。今天上午我得去驾校学车，店里你去多费点心了。行，你去吧，等你学好了我也去啊。没问题，走吧。老太太，我找您儿子去了。这，拜拜。那么，哎呦，站上，站上，站上，站这儿，站这儿，来，站上，来。你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啊，去，感冒。哟。这茬感冒可厉害了，你赶紧吃药。吃了，好像也没管什么用啊。多喝水。嗯，是，得多喝水。沈科长。怎么啊？哎，找你有事儿呢，怎么了这是？哦，哎，沈科长来了。怎么打了那么久电话才回来？冯勇等了你一上午，刚刚走。他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儿。没说。你接，你接。喂。小沈呐。啊，经理啊。沈杰在吗？啊啊，他在，他在。经理找你。喂，经理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好。要命，天津呢有个会让我今天就去，可是
我哪能脱开身呢？人家来电话催了好几次了，要不然你替我去一趟。行。行？真行啊。嗯，真行。哎，你说我以前让你替我去开会，你总说家里有事儿啊、忙啊、离不开啊，这回怎么就行了呢？家里边那些事儿都忙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明天一早就坐大巴车去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会要开几天呀？五天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。好，那去吧。妹，我就那么叫你害怕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违反了我的初衷。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吗？晚上七点，我在你的家楼下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来，来来来，今天我带的是上等的乌龙啊，特意从家带来的，真是好茶啊！老康，老康，来来来，尝尝尝尝尝这茶，哎，尝尝尝尝尝，搬个椅子。上好的乌龙茶，我特意从家带来的。哦，歇会儿，康老师有点累了。有点疲乏，有点是。没事，谢谢，就是辛苦。就是，这讲谢挺伤元气的。谢谢。都怪我们太笨了，害得你满场子跑。嗯，那躺在床上啊，元气伤得更厉害。这满场子跑啊，还能练练腿脚，是吧？哎，你没接孩子去？嗯，他爹接他去了。两口子又闹别扭呢，把那孩子接回去可以当咱润滑油。亏他们讲得出来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就属老齐家麻烦多。我也觉得我挺无能，挺失败的。你孩子过于溺爱啊，长大了肯定不是啃老，就是过多的干涉父母的生活。这孩子老是觉得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像我，我原来还想像我这个祖上是市民小户，到我这辈子了仍然市民小户。啊，一个没有什么富裕钱的家庭，怎么能溺爱孩子呢？是吧？怎么可能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没有钱照样能溺爱孩子。嗯，哎，惯着，可不是吗？也是惯着孩子呀。哎，对呀，啊，有口吃的，你父母得给孩子留着吧？是，刮风下雨、闪电打雷，当父母的得给孩子顶着嘛，得着雨。对，久而久之，怎么样？那肯定就培养出来一个呀，满肚子私心，是，一点孝心都没有的窝囊废。一点不替别人着想，是，嗯，对啊，这孩子他什么时候能孝顺父母啊？惊着了，吓着了的时候，知道吧？是吧？比方说他摔一跤，疼了，哎呦疼了，哎，哭爹喊娘，说的真对，是。可我总觉得吧，这个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儿。这个孝顺除了你看奉献牺牲，
还有很多技术细节上的问题，这爱就不一样了，这咱们是发自内心的。你看咱们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，那你说孩子们能用这种爱来反馈我们父母吗？这根本不可能。你说现在的孩子就别说是爱了，就是做到孝顺父母都挺难的。对，真是。哎，你的女儿教育的就好。哎，我这对女儿吧还能掌握，这个对外孙女儿啊，哎呦，真有点失控。你们知道吗？这贱的隔辈儿的，哎呦，就不由自主的就犯贱，你知道吗？接着辈儿啊，更疼。真的，更疼是吧？是啊。哎，老张，那康健那孩子是闺女还是小子？儿子，儿子。哪天带来我们见见？对呀，啊，我都没见过。哎。让康进带到这儿，让你看看。用不着吧？瞧瞧瞧瞧，怎么这么倔呀？行了，甭废话了，咱们接着排练。来来来，注意点身体啊！啊！哎，你看，这牙写的是什么？你妈要去天津。五天以后回来，你这条哪儿找的？电话上找的。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爸，我妈说什么了？你妈说她想给你找一后爹。啊，后爹？出去玩去。你吃饭呢，好好吃。那注意力是不集中，你随谁了？你这是。儿子，来，把望远镜给我用用。爸，你干嘛去？好好在家待着，吃你的饭啊。早上还好好的呢。嗯，用手电吗？哦，有。总闸在哪儿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
客厅的那个电器插头都拔了。嗯，好。好了。嗯。小宋老师，饮水机坏了，有毛病。他那个插头什么没毛病，可能是里头有点问题，这个还可能得请点那个专业人员来看一看。好。啊。嗯。我修不了。嗯，小毛病都行，这些事儿都是男人干的事儿。你再遇上你就给我打电话啊。好。嗯，但我不发工资啊。还有什么要修的？哦，我还真有，我那个衣橱的柜门关不上了，你来瞧一眼啊。嗯，我瞧瞧。就这个柜门怎么也是拉不上了。嗯，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？就这么简单？都脱轨了，你还拽？不越拽越紧啊？说我真够笨的。还真够笨的。还有哪儿？没什么了，坐会儿吧，喝口水啊。应该给你改个名，叫宋笨笨。你辛苦你了，你坐下。啊，对了，老七啊。我总觉得吧，哈，你在我家跟在外边不太一样。是吧？在我家看得挺自然的，在外边，哎呦，反正看得挺别扭。是吧？在外边可禁忌的东西太多了，两面性。哎，老七啊，你今天排练怎么老不在状态啊？儿子的日子过得让我不省心呢。怎么了？两口子又吵架了。这儿媳妇也是，只要一吵架吧，就回娘家住了。一跑到娘家就不回来了，就住那儿了。只要一吵架就回去住去了。哎呦，我也真是不明白了。你说现在这日子哈，比我们那会儿，那好的不知好了多少倍，怎么现在他们就不知足？这夫妻吵架，其实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这一件事啊，只有一个答案。我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。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，那吵架肯定是没完没了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只是一个答案。你说这个家庭纠纷、夫妻矛盾，还真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。我认为啊，这纯粹是角度问题，不是是非问题。角度问题，哎，有道理啊，还挺深刻的。你别讽刺我啊。嗯，没，真心话，我愿意听你说这些。你接着说。其实夫妻之间，你说不吵架吧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大家有意见也不说出来，你说都憋在心里，这时间长了吧，这交流肯定少了，这
这个意见就变味儿了。会吵架的人吧，哎，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去体会对方是什么意思，还能找出两个人的差距在哪儿。这不会吵架的人吧，哎，他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，极力想驳倒对方，哎，认为自己是很正确，那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了。那我问你一个不好意思的问题哈，当年你和你们那位先生吵架吗？